人知错没有半丝恋浮名，无止境所经之处也留情，穷一生善恶最终亦看清，摘取天空那火星，寥落心境，孤单也任性，再漂泊不定，怀着冷静，狂傲似冰，这生再为谁动情？谁稀罕在这世间中留名？回忆中痛心之处已难平，地跟天就算最终在我手，那堪孤身与寂影？这三章的秘密就在这儿。我知道兰兰不会骗我的，我一定可以打败丁鹏。你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回来干什么？我和你夫妻一场，在你临死之前，我也应该尽点情分回来看你一眼。我是不是上次没杀你，你今天回来自寻死路？你若是真的有意杀我，又何必等到今天呢？我只是不想看见你大难临头还在自我陶醉，你懂不懂啊？哼，劳你费心，你还是担心自己的将来吧。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将来，我发现自从离开你以后，我会更幸福更快乐。我知道你在那个男人的身边吗？你以为你这么做就会幸福？你别忘了，你曾经辜负过他。丁鹏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当日你曾经帮过我把他赶上绝路，现在他只是利用你。他不会的，他对我的感情是真的。他把你留在身边目的就是想打击我，你知道的。你胡说。我没胡说。他利用完你以后就一定将你碎尸万段，自欺欺人的那个是你。我不想再听你说下去了。可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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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跑哪儿去了？为什么突然离开？他会不会走了不回来？可卿，无论如何，我要找到他，他是这个计划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我就不能报仇。可卿，可卿，丁大哥，可卿，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好担心你。我去见一个我不应该见的人。你见过柳若松？我本来想见他最后一面的。他跟你说过些什么？他说决斗的那天不会输给你。我让你背的秘籍你备好了没有？我真的很想知道，当我们打败了柳若松以后，你会怎么对我？原来你担心这件事，这件事完了之后，你就是圆月山庄的女主人，到时候我就会正式迎娶你。真的？你不会骗我吧？我以前曾经骗过你，你会不会怀恨在心，想找我报仇呢？过去的事别提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圆月山庄都在准备办喜事，大厅里贴满了对联，挂上了大红灯笼，我还准备了一顶八人大轿，到时候好迎娶你。我还想在后院给你盖栋小楼，小楼的周围种满黄花，如果到了秋天，
满院子里开满了黄花的景色，你说多美。真的，你对我真好，我真不应该再误会你。你是我最爱的女人，你是我爱的最深的女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真心对我好的。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帮你背熟所有的秘籍了？是吗？好，你暂时先别回原野山庄了，就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各位掌门，刘帮主。两年前，丁鹏上我万松山庄挑战，我不但将他击败，而且当众揭穿他偷敛我武当松下峰的秘密。当时在下一念之人，将这个卑鄙之徒放走，想不到他不知悔改，竟然以圆月山庄庄主的身份，意图称霸武林。今天在下向各位保证，一定不会放过他。刘二松，我们又见面了。哼，丁鹏，我当初一念之人放了你，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古语有云，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你我阔别两年，看来今天一战在所难免。我今天不会再放过你，你必死无疑。你凭什么说我必死无疑？当年的一招天外流星已经使你难以招架，你更不惜以陷害我来逃避自己的失败。看你今天用什么卑鄙的手段来逃避我手上的圆月弯刀。不必多说，今天我就在各位面前将你置之死地。气者见之事，理者见之功。你们快一点，还有一个时辰，我们一定要完工。不可能，怎么会打不赢他？柳儿松，决战的规矩早已讲明，胜负不分，生死与人无忧。手下留情。兰兰，我对不起你。柳儿松，可怜的君子剑，你居然妄想用三招村童玩耍的剑招来打赢我。你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看来我杀不杀你已经没什么关系。刘若松，你刚才为什么不用你所创的武当松下峰呢？因为他以为用三招这样的剑招就可以打败我，简直太天真了。你住嘴，你不能侮辱我这三招。我知道，因为你这三招代价不小，要杀死自己的师父青松子和大师兄灵虚，对吗？没有，我没有。你有。当你知道我是圆月山庄庄主的时候，你害怕，因为你知道你所有的武功都打不赢我。可是在这个时候，有个女子的出现，她说有新的武功教你，可是她叫你杀死你的师父和你大师兄。你听见有新的剑招，就以为有救星。
各位，刘若松根本就是个伪君子，他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武功，他所有的武功都是抄袭和偷学得回来的。你胡说，他胡说，我这三招是兰兰教我的，兰兰，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我叫青青，我叫你认错人。兰兰，我求求你，你告诉他们，这山堂是你教我的。简直荒谬，她是我妻子青青，怎么会教你武功啊？啊！不错，我就是丁夫人。丁庄主，你口口声声说柳若松的武功都是抄袭别人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据就在万松山庄里。请各位跟我来。这不是峨眉派秘籍？是啊，还有昆仲的口诀。各位掌门，墙壁上刻着的都是六大门派武功秘籍。不关我事，墙上本来没有这些字，一定是他设计害我的。不过我相信有一个人，他是绝对不会冤枉你的。是谁？这个人就是你的妻子秦可卿。向者见之行，弃者见之事，礼者见之功，礼器相背，纵横上下，无不逾矩。华山剑法的口诀：以神御耳，不以目视，观之止行，神欲动行。你怎么会背？是天山刀法的秘诀。气发而动，其意若垂天之云。住嘴，住嘴！怒而飞，薄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你怎么会峨眉轻功的口诀？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功，其用不绝。啊，昆仲拳法口诀，还有点苍派和衡山派的武功秘籍，你们要不要听？退守以攻，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别再背了，别再背了，你出卖我。各位武林人士，不知道你们大家知不知道君子剑柳若松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能在江湖上这么成名？就是因为当他每次要决战的时候，他都会千方百计地骗取人家的武功秘籍。而且他还利用他的妻子去骗取对方的武功秘籍。别再说了。柳夫人，你所说的都是真的吗？不错，我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他为了要在江湖上成名，他就让我在一天之内将所有的秘籍都背熟。我到了今时今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别再说了。相信大家都记得在两年前丁鹏和柳若松的决战。柳若松他就是利用我去骗取丁鹏的天外流星剑招，后来他还冤枉丁鹏偷取他的。其实真正卑鄙无耻的就是他。柳若松，你居然当众杀害你的妻子。别放他走。
刘若松，我等这天等了很久，整整两年。可是两年后的今天，历史又再重演。不过这次的主角是你。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哼，两年前的今天，我被你逼得走投无路，最后跳崖自尽，还好我当年没有死。今天我就让你尝尝当年我所受的滋味。我也是逼不得已才那么做的，就是因为你挑战我。你身为一个剑客，就要接受人家的挑战。你既然那么贪生怕死，怎么可以在江湖上立足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还不满意？你以为你已经受够了吗？在那段日子里，我简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现在所受的又算得了什么？丁鹏，你要怎么才肯放过我？很简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夫人，请用茶。夫人，你看，秦姑娘，秦姑娘，你怎么了？哎呀，你怎么弄成这样？麻烦你扶我进去。现在整个元隐山庄都在准备办喜事，大厅里贴好了对联，挂上了大红灯笼，我还准备了一顶八人大轿，到时候好迎娶你。我真傻，我为什么还要自己骗自己？明知道他不会为我做任何事，明知道他在利用我，我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我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他对我实在太残忍了。哎，你去哪儿啊？刘若松，我看你这次往哪跑！哼，你这武林败类，参杀同门，弑杀师父，偷学我们六大派的武功，还企图杀害你自己的妻子，这些罪行人人得以诛之。哼，我们今天就将他就地正法。住手！别杀我，我求你别杀我。虽然我一直主张好汉不杀穷寇，可是他们一定要杀你的话，我也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我求你，如果你肯帮我求情，他们一定会听你的。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好，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啊，你说吧，说。一，你被六位掌门打死；二，你就从这里跳下去。
你再不决定，我们就不客气了。我跳下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你放过我吧，你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放过我，放过我，能不能放过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你这种人，留在世上只有祸害武林。我求你们放过我，只要你们放过我，我答应你们永远不踏足江湖，真的，真的。你这个伪君子，我们凭什么信你呢？你们发发慈悲，给我个机会改过自新。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想留着这条命，留着这条命生存下去。你们都不可怜我一下。就算我们不杀你，你又凭什么保证你不再作恶？你偷学六大派的武功，这笔账怎么算？你们只要放我一条生路，我心甘情愿将我所有的武功还给你们。一个没有武功的人在江湖上等于废人，你们放心吧，你们放心吧。哎，小王，哎，多谢各位不杀之恩。你好自为之啊。你现在终于体会到我当然在这个山崖边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客卿，客卿，客卿！客卿，客卿，客卿！情死。
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为了一个曾经使他爱恨交加的女人。我知道这个女人的死将会使丁鹏一生都不可能忘记她。每逢下雪的日子，他都会看雪看得入神。我知道在此刻他心里又在想那个女人。其实秦可卿比我更幸福，他的死反而使他在巅峰的心里得到永生。他答应过我，报完仇之后跟我一起回忘忧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秦可卿的死使他心灰意冷，所以决定离开伤心地。可是无论如何，我也希望回忘忧岛是我和他之间一个新的开始。我答应让他在他临走之前宴饮三天三夜。来坐。来。各位，今天我丁鹏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来，我们一起干一杯。干杯！恭喜你，丁庄主。你战胜柳若松的这件事情已经传遍武林了。是啊。圆月弯刀已经响遍整个武林，江湖上很多朋友都想一睹丁庄主的风采。是啊。还有啊，就连江湖上的白小生也到处打探丁庄主的来龙去脉呀。柳若松的消失，万松山庄的衰落，从今天起，圆月山庄就取而代之，成为天下第一大庄。我们为丁庄主的成就干杯！来，干杯！丁鹏，出来！丁鹏，马上出来！谁这么大胆，敢到圆月山庄惹事？丁鹏，我是来向你挑战的。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与你无关。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叫金无命，独来独往，无门无派。什么？你这个无名小子居然敢到圆月山庄来捣乱！我从来就没有不敢做的事。年轻人，你虽然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我劝你还是不必自取其辱了。丁鹏，你到底接不接受我的挑战？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挑战？因为你是我计划中要挑战的人，我只照计划行事。我觉得你就跟我以前一样。出招吧！哟！哎，我早就说他是自取其辱了。刚才那招剑法如此变化莫测，竟然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可想而知。他一点也不简单。你虽然输了，可是我不想伤害你，可你也没必要救我，因为我想知道这些剑招到底是谁教你的。说出来你也未必相信。哼，天下间的事无奇不有，可是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这些剑招是个奇人教的。谁？剑神谢晓峰。就是人称三少爷的剑的剑神谢晓峰。不错。可是他20多年前已经隐退江湖，他为什么要教你剑招？因为我来圆月山庄之前曾经去找他挑战。
谢晓峰，出来，我要向你挑战。我在山庄外等了一天一夜，山庄大门没开过，也听不见有人声。整座山庄就像死城一样。请问你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有什么事？你就是谢晓峰？哼，我是神剑山庄的管家谢生。我相信谢晓峰知道我为什么而来。不错，所以老爷请你进去，请。为了一个人来向我挑战的，既然你已经知道，又何必再问呢？那就出手吧。发现自己躺在荒山野岭，好像做了一场梦。可是突然，我发现一棵树上刻着画，就是这招剑法。谢晓峰，夫人，明天早上是不是真的要走啊？庞大哥，这么晚了还不休息？是，你呢？你还不休息？明天就是2月15，我们要启程回忘忧岛了，所以我到帐房，送好给下人的银子。你答应过我跟我一起回去的，对不对？这个当然了。灵儿，不早了，你去休息吧。是，夫人。庄主，晚安。你始终还是放不下中原的事。青青，你没见过金无命。我知道他的出现会使你怀疑圆月弯刀未必是天下的第一武功，于是又激起了你的雄心，想去挑战剑神谢晓峰。不错，这叫至高无上的武功，对我来说是一种诱惑。可是我并没有忘记我曾经对你许下的诺言。我很明白，至高无上的武功在江湖上代表了神圣至尊的地位。可是你又明不明白，这种欲望和追求权力一样，沉迷下去就永无止境了。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有两个最大的心愿。第一个就是要报仇，而第二个就是要在江湖上出人头地。
你不是已经实现了吗？柳若松被你铲除了，在江湖上人称你为刀神，远月山庄也成为天下第一庄了，你这还不满足吗？可是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会因为我们的离开而销声匿迹，你又明不明白？明玉真值得你这么留恋吗？难道你不想跟我回忘忧岛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吗？在中原要不断的争斗才能够自强不息，对于一个习武者来讲，这才是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地方。人各有志，我不勉强你。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会在海边等你。如果你四十还没到，我就自己一个人回忘忧岛。丁鹏，打扰了你一天，我来向你告辞的。你要去哪儿？我无亲无故，四海为家。自由自在，这多好。我会再来向你挑战的，直到有一天打败你为止。哼，我觉得你就跟我当年一样，充满斗志和自信。我已经定下计划，在25岁时，一定要在江湖上出人头地。打败你和谢晓峰，是我最大的目标。可惜，可惜的，就是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去哪儿啊？退隐江湖，也许回乡下耕田种菜吧。你有今天的成就，竟然放下弯刀去当农夫？哼，也许这把弯刀可以当镰刀来用，用来割稻子。哼，我还把你当成英雄好汉呢，原来你胸无大志。看来我这个无名小子比你更有前途。告辞了。已经到了四十了，怎么他还不来了？青青，我们还可以再回来。两年，两年的时间，给我两年的时间完成心愿，我们再一起回来。青青，青青，青青。你还赶来干什么？青青，你没走，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扔下我一个人回忘忧岛的。既然你来了，你就跟我一起回去吧。你当时答应过我，你说解决了柳若松之后就跟我回忘忧岛去过平淡的生活，你忘记了吗？我你根本就放不下中原的诱惑，你已经是江湖上万人敬仰的圆月山庄庄主，你怎么舍得放弃这里的一切呢？和我回忘忧岛耕田种菜呢？我不是放不下荣华富贵，我只是放不下一个人，他就是剑神谢晓峰。是谢晓峰，我要挑战他。有些故梦难说清楚，
谁愿颠破吻别往事，作别往事，告别昨日恨爱的风。记住美丽，记住这。